青年人的未来不是只在一个传统的跑道那里排队等起飞，飞去一个旧的天空。我们希望通过一个新的跑道计划给大家出去短短几日的时间，看完之后知道人生有很多条跑道，事业的发展有很多的天空，你有一条新跑道就可以起飞，飞向一个新的天空。新跑道排队呢，不是按旧跑道排队，就是说你考试的成绩怎么样，你有没有读过大学，又或者家庭的背景是怎样。有了大一路角入作创意之后呢，大家有一条新跑道，不需要按这个考试的成绩或者考试的能力来排队。如果考试成绩好当然好，能够读大学非常好，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在考试那里的，大家亦都唔一定要讀大學，有另外一條跑道，一樣可以起飛。这些考察团呢，不是只是去到看当地的地理、历史、文化，而是希望呢我们的同学去到当地呢有个代入感，通过了解当地的华商，他们在当地的工作经营和生活的情况，代入一下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同学掌握的机遇去到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，在当地工作那个生活会是怎样的，事业发展的机会是怎样的。我们希望通过校长和老师出去，校长团、老师团出去呢，可以将一带一路的经验，他们的所见所思所闻带入去课室，使到有更加多的学校，更加的同学呢在他们的学习当中呢，可以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一带一路。